这个吉林的首发阵容呢还是更善对抗上，他是吃亏的。面对崔建明，再拿球找福格，给到篮下，好机会，王守杰打本场比赛的第一球。嚯，好悬啊，就只有一线的空间，希尔命中了三分，在上坡啊，这边也是一样。哇，太难了，是这边俩人赶，那边封，然后有任何轻松的机会，这球也不用保留什么了，对吧？赢了就晋级，输了就回家了。孙东林三分命中，27.5%，可是今天开场的第一球命中了。哇、哦！哎呦，这下好好球、哦，这也太难，而且这个球还是那个空中接力，真的太难了。哎，这球啊，两个人谈到时间了，很尴尬，咱们球没保住，可惜了。哦，哎，这次啊，不能这么传的。失误可能有点多，准备。小晴，扑进来，打进。福格，篮下要位了。嗯，两边突然一下好像提速了啊，是。哎呦，这球也看突破这一下补篮，哎呀，打到篮筐上了。福格急停，又一个失误啊，今天失误太不应该了，出现这么多。看看怎么利用掩护错位了，崔继明直接底角尝试打进，但是速度快，直接溜进来，嘿，太难。那进攻主要发起点就落在了崔继明的身上，希尔转变之后，还是要注意啊，犯规强度。今天的上分，哎呦，这如果能进啊，神了！失误了，能不能拿回来？现在呢，少一人，不准不能放啊！哎，是，崔继明，好球啊！哎，好像形成干扰了。这次姜伟哥俩篮板了，再冲过来，漂亮，好球啊！是是是，许梦君还是张帆这点很有劲，篮板球啊！两个其实也无所谓，但是别让这个别人冲啊！是姜小姜漂亮啊！摩尔特里打中程，六投三中，得到九分。姜伟泽，哇，这个球！哎，篮板，玩了一个撞球啊！孙悦的外界，掩护之后，忽然变线之后突不出来。嗯，而且防那个对方的大外援这个力量方面，嗯，挺关键，身高上、力量上。哎呀，不行。还是姜伟泽面对着张帆，晃过之后抛投，今天全中啊！还是孙悦，顶住啊！哎，攻防端希望吉林队有更好的结果。再看姜伟泽，这个距离起来再中，也是篮板球，而且中程的体能可能现在也不好说了。篮板球保不住，姜伟泽漏了，手转攻这一下还是姜雨星，直接顶上来打进啊！门球，哎呦，让姜雨星这么投，好在篮板球，好在今天前场篮板球。再看这一下，好球，自己都打进。许可，篮板，篮板球抓住，连上来之后呢，确实篮板球稳了一些啊，不传呢。哎，更帅啊！有不穿的孙悦，还不错啊，这下不用动，不用动。转身来，被帽了。孙悦虚晃一枪，但是被识破。姜雨星这下没悬念了，稳当。哎，对，稳的。直接切掉啊，太漂亮。节奏变化，补篮，哎，小杰，王少杰犹豫了，篮板球，拿到了，哎呀，哎，不太好，对，张彪，中投，看看他的威力啊，哎，这希尔，
对象呢被定位比较严，外线直接出手了，还进行四投四中，这是唯一一个100%的，比较你知道还谁？这球，哎呦，给的很尴尬，很严啊，出去来，这球呢好在有人接应，自己接住了，再来抛投，嘿，压力很大。哎呦，谨慎了，别做更多动作啊！哎呀，我点掩护之后，孙兴慜突破，再中，碰到难度了，对，给自己绊倒了，快啊！希尔，哎呦，希尔够臭啊！刚想说有点急，对，好球啊！打篮下了，我觉得啊，他刚才那远投可以再坚决一点，因为现在机会多。准的人呢，在这时候可以来练练手感。你逆风球的时候呢，也不错，也不错，命中率很高，比希尔高，好像更高的。好像上场时间比希尔少点，我觉得时间长点有期待一点。顶着孙悦出来之后，戴维博要坚决，篮板球啊！李安，中投位置，应该警告了一下。嗯，刚才动作可能过大。连拽这个。篮下，孙一鸣。分出来，李安中投，同名了吧？啊，就是冠以导演之称啊。王子睿，这么简单？对，没那么简单啊。这是季后赛，孙东林呢还是比较聪明。胡哥，这点最重要的。哇，可以，压力更大，比较困难了。嗯，是现在比较困难。是，胡哥。出现变化了啊，给孙悦。其实，优势并不明显了。中程突然出现变化，脚步移动打进这。要贴着崔继明打。这时候还是要看突破。再给出格，30分的得分，孙悦这一下。选一个更肆无忌惮，200钟，就肯定得歇一会儿。对，歇一会儿，可能不好的时候就提前上。对，好的时候可能就，好球。现在防守压力更大了。对他们，这一个掩护之后啊，漏人了。利用掩护，孙悦，传呐，这下，哎呀！确实也有点长。过掉之后危险，孙兴慜被包住了，转球要快啊，直接起打进，打进了，这个结果还是我说的不会太差。看看希尔制空之后打进，小苗张彪出来限制福哥，啊！哎呀！哎呀！张彪，张彪呢？现在也被照顾了。李安，看李安这点大进，上包夹了。福哥，董志直接突起来，他还在为着突破不断想着办法。这篮球处理的还算聪明啊。希尔，不传呢。哎呀，其实已经有分我2分，现在就不是特别好判，是吧？卡篮下，哎，直接顶着篮，打中，他反击这一下，人数有优势。哎呀，好在卡篮下。让他去投，对，他传球那一下很不冷静啊。篮板球啊，戴博，戴博呢一定要拉出来，这就是外线的机会，大进球。啊，孙一鸣给出来，戴博有信心了，再来一个。哦，那我也行，对。就看最新球员了，我觉得
就把他们当成剩下的一分多钟吧，放平心态，我觉得。再突破，好球，焦雨星，哦，这球难啊！别着急，你失误就没了。孙宁，来博的位置，再起，再起，漂亮，比分反超了。熟悉的太关键了啊！没错，没错。还是篮下，注意动作，直接突破了，没有打进。那接下来呢？我觉得防守，啊，要抓住最后的机会。气儿这一下别包夹，要不要传呢？要不要传呢？看外线这一下，没有打进，篮板球，篮板球。哎呀！比赛在突然之间又发生了变化，但是最后这一下，吉林队抢到篮板球之后，还是没有及时的出手。